形容先。好，胖的胖的来了，没有没有，一个来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来往前走。来，谁要扶的？你可以吗？你不是也是要祷告吗？你要帮他扶着啊，他帮你叫来，你去扶着他。我没有力气，他没有力气，来，妹妹你帮他扶着。陈慧可以吗？啊，牧师来。牧师来，谁帮他扶着？来，你那个小姐，小姐她要照，来，好，你们扶好啊，左脚撑着，蹲马步，好，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很轻，然后就扶着他前面，慢慢的往后倒下来就行了，不要怕。耶稣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让他这个肚子瘦十公斤，十公斤，瘦十公斤，十公斤，说下去，说下去，看清楚啊，说说说说说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说了说了说了，往侧照往侧照，说了说了，那边开始说了，你们看一个照一个，哎呦，你们都乱七，站好站好，你负责这一个，你负责这一个，说了说，你自己看，松掉了，自己来看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看，是不是松掉了？来，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这里都松掉了？这里看，这个布开始松掉了，松掉了，十公斤，十公斤，瘦十公斤，瘦十公斤，停容停容，瘦十公斤。那个有没有？那个牧师开始用，有没有？有，说，你说，瘦多少？至少瘦三公斤，至少瘦三公斤。对呀，你瘦十公斤，十公斤，瘦，还有没有瘦？有没有瘦？有瘦多少？瘦很多，瘦多少？多少？应该十公斤，应该有十公斤，他刚刚很胖，对不对？哦，觉得哈，哇，瘦下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touch， 倒抹下来，倒，要倒，他瘦了，你看他肚子完全。完全，你们自己看有没有？你自己有没有摸？有没有？你自己说有没有？有，我觉得一直在说。那你赶快躺下去啊！你要叫他去。感谢耶稣。我跟你讲哈，耶稣为什么要叫你们？有吗？有比较松吗？有，有超松，有腰酸。好，换加那个婷蓉来讲来。我只觉得，牧师说你要瘦。然后很奇怪，我自己肚子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直被拉下去，对不对？一直缩小，一直在缩，对，一直在缩。我觉得好奇怪，好奇妙，好奇妙，好奇妙。我跟你讲，他自己就在那说，一直缩。你们看有没有瘦？有没有瘦？有没有？有瘦哈，跟原来的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刚来的时候有点别，有没有看到不一样？有。